证券时报一公司讯，大商所公告，同意中信证券五矿产业金融服务深圳有限公司、中信中证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等12家公司成为铁矿十七权做市商，新增中信证券五矿产业金融服务深圳有限公司等2家公司成为本所豆粕期权做市商。